Hello， 我叫 Jareth， 我最喜欢 High Five。我是孤单一，我爱你。我是伟林，这里很多朋友。当公司决定要把他们带进来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员工呢是否可以接受他们，我们是否能善用到他们的能力。俊逸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静香还有那个年希哥，他会过目不忘，比如说看我们那个操作机器，他会看一眼之后第二次他自己就可以操作开关了，也是很乐意帮助别人，而且速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快得很多。看见别人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会在别人旁边拍拍他，不要不开心吗？笑一笑吗？谢谢。啊，佳音是很内向的，很害羞的女孩子。佳音主要的工作一个是碾纸，一个是捡水果。所有的人都喜欢看他笑着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开心果。看到他的笑容，我们很开心。伟林很乖巧的，开始工作时他是比较不讲话啦，来了一个礼拜多两个礼拜，跟我们比较熟，又比较多话讲。比如他如果贴那个标签哦，他贴不美或者贴歪一点哦，他有他的要求，他要贴到美美，贴到直直的。他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玩呐、啊，他会拍照那个手机就给我们看。那我爸爸带我去哪里玩，他会给我们分享他的生活啊，他的快乐。他讲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唱生日歌。我们的确一路来都把我们的员工当作是我们的家人一样看待。我们的工作环境本来就是比较友善的。一些比较年长的员工啊，特别的照顾这些特需员工，好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我看到的是，哎，他们相处得非常的融洽，就是整个工作环境更加的温馨啊。希望他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是愉快的，是喜欢他们的工作的，在这个环境下一起相处，一起工作，同心协力。